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环境，什么环境呢？首先，当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Google 公司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云端硬碟，有了这个云端硬碟，其实你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举例来说，像我是有拿它做一些什么 YouTube， 我就把我制作的教学影片全放在 YouTube 的平台上。YouTube 是 Google 公司，您知道吗？世界上哦，现在全世界的广告商啊，就是帮我们大家去做广告，大概只有两个主要的一个频道，主要的一个通路。第一个就是 YouTube， 第二个就是脸书。所以如果说你日后你要做一些广告，你在这两个平台上都要报，这是两家不同的公司。YouTube 是 Google 公司的，可以了解啊、哦。这第一个一定要知道的。第二个脸书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把自己现在做的一些，也许你要宣传出去的文件，到时候呢，你要想办法透过做成影片发布出去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Gmail， 一定要有一个 Google 公司它可以接受的一个账号。好，所以我简单的快速讲一下如何申请 Google 公司的账号。首先，例如说我们先到 Google 公司的一个网站，在这个网站里面呢，它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个登入。当然你不登入的话，还是可以去看这些什么翻译啊，或者是一些 YouTube 的影片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他的会员，他会记录您曾经看过哪些影片，您曾经做过哪些英文文字的搜寻。好，这些都会帮你记录，甚至您还可以规划行程。例如说地图，假设我今天我去日本，从例如说机场到例如说东京的市中心怎么走，它其实不仅是可以查地图，还可以帮你做位置的规划。OK，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今天你不是 Google 公司的会员的时候呢，你当然可以查询地图。但是当你今天你是以自己的一个使用者的身份登录进去之后呢，你会变成我可以记录我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有什么公车，这些内容全部都做记录，就差在这边。好，否则的话，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，你现在查去日本，过一段时间你查去美国，那他都没办法帮你做记录，就差在这里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。